哎、欸，你干嘛？第一个闯关是我会乖乖爱你，请和伴郎一起完成造句之后，限时30秒内，你们四个人一起将乖乖全部吃完才算过关。乖乖赚钱。好，再过。好，老婆说什么我都会乖乖听话，老婆的愿望我都会乖乖记得，一定会帮你实现。阿瑞，19，8，7，6，5，4，3，2，1，早餐，来，早餐贵子，白，拜年好吗？哦，来，那就这样。我先讲一个数字，我看一下。加油！我可能只能下一个。老婆永远是对的，家事都交给我来做，小孩都交给我来顾。我最亲爱的老婆怡真。今天是个美好而且重要的日子，有着我们的家人以及好友们一起见证属于我们的婚礼。阿嬷，妈妈，今天是我农历30岁的生日，也是我出嫁的日子。那很可惜，阿公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们同坐，坐在一起听我拜别，看我出嫁。但是我相信今天他一定在现场见证这一切。我们从小就跟阿公阿嬷住在一起，每一天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，是阿公的声音。阿公会到我们房间，负责把我们每一个小孩都叫起床。那小时候家里曾经辛苦过，我很庆幸，也很感激我有一个勇敢坚强的母亲，成全我们的衣食无忧，培养我们长大。虽然我没有哥哥那么优秀，但我知道我一直是你们心目中骄傲的小孩。未来就让我跟明然带你们享福享乐。谢谢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30年来的养育之恩，我爱你们。家人永远都在你的背后。明长，我相信他是一个很体贴、很持家、善解、很感人的女孩子。想要跟你说，在我们两个之中，你绝对是最贴心的那个人。认识你的这段日子以来，我也深深的感受到你那满满的好，包含了。在妈离开的那段时间，那一杯抹茶拿铁，那一个肉桂卷，还有那一个大大的拥抱，终于来到了今日。从一起决定要共度余生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在想，证婚的时候我要写下什么样的誓言。我永远都记得，在外公
倒下的那一晚，那是第一次真实的体会天塌下来的感觉。当外公被送往医院的时候，我彷徨无助，拿起手机我想找急诊人求助，不知为什么就拨给了你。后来我一直相信那一晚外公要离开前，冥冥之中将我交付于一个与他一样疼爱我的人。我会将我的爱与我的好全都留给你，未来的路很长很远，我还不知道会遇到怎么样的困境跟挑战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我都会陪在你的身边，一起写下属于我们的人生故事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要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，让我知道原来世界上可以有一个与我如此契合的人。谢谢你走进我的生命里，未来我一定会成为一位贤惠的妻子，与你一起成为我们家人的后盾，与你一起共享甘苦，共度白首。老公，我爱你。